但是对唱国语歌这件事情有点障碍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不过我对这个障碍还感到蛮骄傲的。对，希望高一高二听到初中就后悔了。那当初会用台语写，是因为，应该是两年前吧，是两年前，应该是啊。对啊，那个时候的反而流行，不是很大很大的时候，大概辅导的隔一年。对，然后那时候反而流行，然后就写的，他们就希望我可以写一首这个流行的主题曲啊，然后要在台北流行，我想说。那台湾人拢听无台语啊，对无？唱唱袂那么尴尬。那时候想说啊，因为后来我这一首歌，因为在谈的就是说，就是魔鬼的礼物嘛，就是爸爸妈妈送给他的孩子一个魔鬼的礼物。我想象的是那种住在台北的豪宅，那种中产阶级、资产阶级，像我就好个啊，那样啊，啊，才刚回家，在人家去把谁叫来啊？我就在想，我这首歌是要送给他们的。就你那么爱你的孩子，可是你为什么要送你的孩子？这么可怕的一个礼物，所以最后还会变成这首歌会跑出来的样子，完全客制化的歌啊，喜欢一下后裔。好。